你好，我徐建伟。今日喺法拉盛坐地铁出唐人街，呢条东百老汇街有间好炒手，我好中意佢嘅肉炸嘅。呢间月来咧，我就中意佢嘅芒果糯米糍同埋芝士蛋糕，糯米糍1.25元啫。呢度系孔子大厦附近，有好多樱花嘅，今日都系主要嚟睇樱花。唐人街煎法6元咋，哇！法拉盛最平都要10元啊！好多喺度买老番啊！呢架系 Humana 收 Medicare 保险嘅流动车，佢嘅母公司系 CVS， 股票代号都系 CVS。CVS 股息有2.1厘噶，我觉得唔错啊，经济好唔好你都要买保险噶啦。
今日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記得幫我訂閱、按讚啦，拜拜。